各位同学好，我是林文老师。你现在所收看的是林文老师的字根示范课程。今天讲解的三个单字 compulsive、compulsory 跟 compel，中文的解释你看都很像，强迫、强制、强制，对不对？我们用字典来看的用法还真差不多呢。在荧幕上，我们从字典来看看三个字的特别的发音。Compulsive 难以控制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力量，这边有个叫做强迫性的，再听英式发音 Compulsive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单字，必须做的强制性的，听听看发音 Compulsory 英式发音 Compulsory 好，都差不多嘛。再来当动词的强迫 Compel 另外英式的发音 Compel。听讨之后呢，我们再看这边三个用法，所以这边都是强制，那共用了什么东西呢？这就字根了 ，pul 同一个字根 ，pl 同一个字根。那老师 u 跟 e 不一样啊，母音叫 a e i o u， 不是同一家的吗？那都从哪个字来背呢？超简单的 ，pu 单字就是一个力量。这样有没有想起来了？林文老师打两个字，有没有立刻瞬间明白？哦，一个是 push， 一个是 pull， 一个是推跟拉，它们都是一种力量，推拉之的力量多么强烈啊，就可以了解了。 Seven 是一个字头，很容易在字根处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么多的力量汇集起来，果然有强迫强制的意思，不止自己，还有外在的力量。下面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叫做 OCD， 什么意思啊？强迫症，这就有趣了。我们听听看朗读 Alexa。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Also called obsessive compulsive neurosis, type of mental disorder in which a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obsessions or compulsions or both. Either the obsessive thought or the compulsive act may occur singly, or both may appear in sequence.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compulsive， 这个叫强制性的，但 obsessive 在里面文章也非常常用，可以看到此类变化吗？ obsessive obsession， compulsive compulsions。 可是这个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强迫症我们中强迫就可以了，可是英文又有强迫再加强迫呢？原来有非常的不一样，这边写的非常的清楚， obsessive 跟 thought 有关， compulsive 跟 act 有关。如果你听不懂，就代表林文老师用白话文跟你做解释了，但后面的课程是我给我自己的学生，所以你听到这里课程结束之后呢，就代表这就是一个示范课程。林文老师字根课程总共200回合，10期，你可以一期一期慢慢学，也可以10期一次购买，这是学习最大的动力。单字背不起来吗？用字根的效果最好。除了字根课程以外，林文老师特别推荐经济学人杂志课程，你看得出来2019年9月7号这就是本周的重要文章。在里面呢，我说过很多的内容我都还特别处理，你看人工智慧与战争这边你会发现呢，正常我们购买文章的时候它就两段就结束了，不让你看下去，可林文老师自己是订户，处理之后可以看到更多的单字内容，完全有提供非常多的注解，这是林文老师最快的地方，让学生可以学习不间断的一路读下去，再加上 Pocket 的辅助还有朗读功能呢，所以感兴趣的话找林文老师上课咯。记得字根课程特别适合难背的单字，而且我都会说清楚讲明白各个字间的关系，所以字根的学习一定要老师教导，自己学习是非常的痛苦的。拜拜。